欢迎收看汽车世界，我是利益。没错，这一次福特又来了。继去年的 Focus 2.75 年式之后呢，在今年啊，他们推出了旗下中介 SUV 代表的产品酷咖的 2.5 年式，增加了一些配备，在车型编程上面呢也做了一些调整。主要呢，其实在去年的雅致受定生产的车型呢，今年呢已经没有了，反而是时尚车型呢变成最入门的等级，同时也以受定生产的方式来做销售。在其他的车型呢都维持原有的状态，但是在后面加了一个 X， 所以代表的是你如果买到后面 X 车型呢，就是今年最新的 2.5 年式车型。在建议售价的部分呢，最入门的时尚型呢，建议售价一样是维持了96.9万元，其余的四个车型呢，建议售价相比去年都涨了4万元，从100.9万元到123.9万元。但是呢，其实这一次由于在防疫期间啊，福特也推出了一个防疫的早鸟价，再减2万元，所以从98.9到121.9万元，在目前你就可以入主最新的 2.5 年式的酷咖了。在配备的改变上面呢，其实主要有几个重点。第一个，360度的环境影像系统，而在我们今天试驾最高阶的 AWD 2.0 的版本上面呢，你也可以看到它搭载了一些运动化的套件，包含了像是红色的卡钳，也包含了像是它在前悬吊做了一些调整，在材质的部分我等一下再跟各位来好好的分享一下。一样，我们先从外观上面来做一些说明。首先啊，在最高阶的运动化版本上面呢，黑色的水箱护罩包含了旁边有 LED 的头灯组，而且呢有远近光灯自动切换的功能。但是在水箱护罩中间，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镜头，这个是这一次所升级的一个功能，也就是360度环境影像系统。同时它也附上了镜头的清醒器。下方呢，运动化的一些套件包含了有雾灯组的搭配。好，我们来看一下车侧。好，其实由于它是最高阶最顶级的车款，所以在一些套件的编程上面呢，也会呈现比较运动化的氛围。STLite 的字样，另外呢，19寸的铝圈。OK， 这一次呢，它使用了 PC6 马牌的 PC6 轮胎，它在湿地的抓地、湿地的一些表现，同时它在舒适性，甚至在一些噪音的表现上面呢，我想应该都可以符合大部分使用者的需求。配胎规格是22555R19。另外呢，下方有一些空力套件，这个是大家之前就有看过的。当然，它也拥有了免钥匙感应的功能，后视镜整合的方向指示灯，以及盲点侦测的功能。以一些黑色的涂装来做它窗框的呈现，包含了最上面的车顶置物架，也是使用了黑色的涂装。这个部分呢，我觉得确实很有运动化的感觉。好，我们来看一下车尾。一样啊，车尾使用了 LED 的尾灯组，附上了一些导光条，但是在方向指示灯的部分呢，依旧是传统的灯泡。上方有一个 STLite 车型所专属的大型的尾翼，另外在下方呢使用双色，并且采用了双边单出的排气尾管。好，旁边有一个 AWD 的字样，代表是它具备了四轮传动系统。另外这边有 EcoBoost 的引擎的科技，酷咖的字样就直直的放在正中间。行李箱我不多讲了，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为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了。如果对于这个部分有疑问的话，欢迎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影片。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装。好，我们一样来看一下它的内装空间。我觉得这一次它的内装啊，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在于说，它在中间的这个主机，在中间的这个中控萤幕上面呢，加入了一套360度环境影像系统。这一套系统呢，我刚刚使用了一下，我认为它对于整个画质啊，在清晰度上面啊，都有非常良好的观感。因为啊，它其实是使用了原厂所设计开发的一个系统，并且整合到 SyncDuy 的车载系统里面，所以它在流畅性、它在画质的显示程度呢，它绝对呢都有符合原厂的标准。那这个呢，也会比你去一些外厂去安装，或者是说你在买一些其他车子的时候，它其实可能真正的制造商并不是来自于原厂，会来得更加的良好。
它里面有很多功能哦，除了360度的一些样式之外呢，你可以看你前方的镜头，当然呢后方的镜头你也可以来做观察。另外它还画出了一些标线，让你了解到你平常在你开门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碰到哪一些的物品。 OK，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改进。好，双区的恒温空调系统呢，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下方的空间一样是非常的大，并且有无线充电座，一个 Type C， 一个 Type A 的插孔，旋钮式的排档杆，85的手自排一样哦。电子手刹车 Auto Hold， 超驾模式的选择，两个自卑架。OK， 打开这边的扶手中央啊，面积非常非常的大。好，当然在今天的 ST Line X。旗舰的版本上面呢，你可以看到一些专属的内装套件，例如它的座椅装材质的设计，例如它的踏板，也例如它的迎宾的饰板，还有前方一些黑色的料件。当然呢，上面使用了一些黑色的顶棚啊，而且它有附上的全景的天窗，都是很不错的一些配备。12.3寸的液晶仪表板，这个也是酷咖一个非常著名的特色，至少在国产的这个等级来看呢，它应该算是最具科技感的仪表板表现了。上方有 HUD 的显示幕。后方有换挡拨片，三幅式平底的方向盘，左边你的 Copilot 360的系统，而右边呢一些仪表板资讯的操控也都附在这边了。好的，我们一样来到这个神秘的后座空间啊。其实大家对于酷咖的后座可能有一些疑问，有一些想法，那我们也在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稍微解说一下它的后座空间大概是怎样。但是我们再来看一次好了，我173公分的身高，前座调整成我的标准坐姿，腿部空间一个拳头三个指头左右，而且 ，OK， 这个是腿部空间。那头部空间呢，还算是蛮充裕的，大概有两个拳头左右的空间。那它的问题呢，可能主要还是会在于腿部以及它在后座椅背会比较挺这样子的模式。那当然主要的问题点呢，就是在于它后面的这个横杆，因为它是客货车认证的，所以有这个横杆呢，你就必须要在空间上面有一些屈就了。那在配备的部分呢，其实座椅的品质跟前座是一样的。另外呢，后方一样有一个 Type A 以及一个 Type C 的插孔，有出风口。中间呢有一个中央扶手，两个自卑架以及两组的 ISOFIX 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扣。那中间隆起的幅度呢，我觉得还算是蛮标准的。这个是它后座空间的表现。这一次酷咖它在动力编程上跟去年我们看到的版本其实是一样的，包含了 1.5 升的 EcoBoost 的引擎，以及我们今天所试驾的 2.0 升 EcoBoost 250的引擎规格都是一样的。那当然在动力的数据呢，一样旗舰版本呢，它搭载的是颗 2.0 升双涡流单涡轮增压引擎，最大马力是250匹，而峰值扭力38.7公斤米，搭配上8速的手自排变速箱呢，1公升它可以跑12.1公里。如果你往下再推一点，像是入门的 2.0 升的规格啊，以及在 1.5 升 EcoBoost 的规格，它的油耗表现当然会表现得更好一些。那我觉得啊，它这样子的动力数据搭配上它这一具的变速箱，其实我过去一直以来并不是很习惯这样子的搭配，因为我觉得它在变速箱换挡的逻辑啊，在变速箱的顺畅度上面呢、啊，可能跟我所想的不太一样。但是其实你开久之后，你可以慢慢的去掌握到这台车它应该要怎么开。如果今天我要上山的话，那我第一个我会把模式换到 M 模式，我利用后面的换挡拨片来做一个自定义的操作。我觉得这台车它开起来会顺畅非常的多。那在一般的状况之下呢，我觉得你如果在市区的话，它这样子比较丰沛的动能呢，也可以为你的起步啊、再加速啊，带来很及时的感受。这个是酷咖一直以来它都做得很好的一个部分。而且我觉得它开的这台车啊，你会觉得它一切的配备啊，以及一切以驾驶人为导向的设定呢，都可以让你很舒适，而且很清楚的知道你目前的行车状况。例如往现在往前面看，它前面有一个 HUD 的显示器。你的安全辅助科技，你的时速，以及目前这个时候的速限是多少，它都老老实实的把它摆在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啊，在酷咖上面它其实是做得非常得宜的。好，另外这一次在 ST Line X 版本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些改变，例如我刚刚提到它的刹车卡钳有一些不一样的涂装，
必须要强调它就是涂装哦，因为即便它变成红色的，但是其实它的制动力是没有做改变的，所以它就是呈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风貌。再来啊 ，PC6 的轮胎规格啊，它在舒适性、在防噪音啊，以及对于你湿地的抓地力啊，它都有很好的表现，乃至于它的悬吊其实也有做一些不一样的设定。例如它的前悬吊的下控制臂的部分呢，使用了轻量化的铝合金材质，所以可以减轻它的簧下重量。那这个呢，就会去影响到你在操驾时候的感觉了。包含轮胎上面不一样的系统所造就出来的，你整个驾乘的感受在细节上会发生一点点改变。我相信一般人，你可能作为一个通勤的车款，你没有去两相比较，你其实比较难去感受到发生什么样子操驾上面的特性的改变。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你有试过前一代的车种，你再来试这一台车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在整个舒适性的表现上面呢、啊，我至少我自己认为啊，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但是这是非常微妙的。可是我相信原厂会这样子来做设定的，其实对它来说呢，都一定是有它的优势存在的。另外，如果你是前一代的车主的话，其实你也可以透过加价的方式呢，去把你的前悬吊的下控制臂呢做一个改装，是在原厂的系统里面。另外，在轮胎的部分，你也可以去原厂来做一个升级，因为它这次提供了一个防疫的优惠价，整套这样搭起来大概在38,000左右可以解决，我觉得还算是蛮划算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这么一点点细节的变化的话，其实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原厂来做升级。那在整个操驾上面的感受呢，其实跟过去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在山路上面，我会把它模式切换到运动模式。好，在这个模式之下呢，当然方向盘会变得更加的重手，动力的衔接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积极了。其实在舒适模式或者说我们说一般模式之下呢，我觉得它整个动力的接续啊并不是这么的及时。那如果是在运动化模式之下呢，它变得积极很多。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要求比较一个激烈的操驾手感的话，在这个模式之下可能会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OK， 我们再加速。 OK，好，你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个涡轮迟滞的现象，我相信这个跟它的变速箱也是有一些关联存在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把它切换到 M 模式来做行驶的话，我想就不会有这些问题的。好，我必须要说酷卡其实在整个刚性的表现上面呢是很好的，因为你在弯道之中呢，其实你感受不到什么太过于明显的侧倾，而且在你开快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了解到它的隔音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的。我觉得福特在这一些比较枝微末节的部分呢，如果我们单纯讲驾乘起来的感觉呢，我觉得它真的算是还蛮别出心裁的。OK， 另外啊，其实这一次在更新上面呢，它加入了一个叫做 RED 车道边缘的辨识系统。这个呢是在时速65公里以上，如果你在行进一个没有车道标线，它辨识不到标线的状况之下呢，透过前面的摄影机去辨识你道路跟道路边缘，可能你走的有一些道路它是有一些断差的，那它会在辨识成功的情况之下呢，去提供你一个车道偏移辅助的功能。也就是说，你可能哇已经要开到道路边缘，已经要掉下去的时候呢，它会为你提供一个反向的辅助，来让你尽量的去维持一定的安全性。那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还蛮高科技的一个展现。这个我觉得是它基于 LKAR 以及车道偏移辅助再升级的一个功能，尤其在可能国外的一些路面啊、乡间小路啊，甚至旁边积雪很深的情况之下呢，它其实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安全性的。那在台湾的应用上面呢，我其实刚刚有询问过原厂，如果今天你的道路跟你道路边缘它的色系一样，或者是说它的辨识性没有这么多的对比的话，那它是不是有可能会辨识不到？那当然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辅助的功效，在开车的时候你还是要时时的去注意你车前面的状况。但是啊，如果今天当你真的有可能发生意外的话， Copilot 360以及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些系统，它也许能在危急的时刻把你拉回安全的行驶的领域。好，这个呢是我觉得福特他们做的一个进化，在2.5年式的酷卡上面才有。另外包含像是 IACC 还有 ISA 的速线的侦测啊，
都已经在目前的车款上面可以看到的。所以在安全系统的这一块啊，我觉得他们算是做得很完全，就跟我之前感受到一样，甚至在同级距来说呢，基本上福特应该是做得最为完善，而且它确实在整个使用的效果上面呢，它也可以提供给你很丰富的实用性。那另外我有询问过原厂，其实在 RED 的道路边缘的侦测上面呢，它能不能够旧有的车种去做加装？答案是不行的，因为它在线路的布置啊，在一些系统上面呢，它并没有办法透过简简单单的软体更新来做升级。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个的话，你可能还是必须要选购 2.5 年式的酷港。那在整个售价的增幅上面呢，我觉得其实增幅并不大，如果以我们以现在的防疫的早鸟价来看呢，其实就是多2万。所以如果现在要你选呢，那我们当然是要选比较新的车款，配备也比较充足一点。你会怎么选呢？你觉得在这一次的车系编程出来之后，你觉得它的售价怎么样？另外呢，你对于它的配备满不满意？这些功能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你？或者说这些外观上面的改变，你是不是觉得更吸引人？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很快会跟大家再见面，我是立颖，拜拜。